而前总统马英九是出席了热气球嘉年华会的感恩餐会，让县府员工是惊讶不已。在大合照的时候，马前总统甚至和员工搭肩拍照，一旁的县府员工高兴的不断尖叫。看来马总统虽然卸任了，但是魅力依旧不减。27号晚间参与热气球嘉年华感恩餐会的成员们，出乎意料的见到前总统马英九本人，开心的一个个抢着上台跟马前总统合照。但拍到一半时，前总统马英九竟大喊：“等一下！”好，等一下，不要动。就连回到餐桌后，仍不断看着与马前总统的合照。在离开前，还不忘跟大伙来个 Give me five。看来马前总统虽然已经卸任了元首的职务，但在这些粉丝们的心中，他的魅力依旧毫不衰退。记者杰伦、肖佳慧，台东市报道。